目前只换了第一套，所以我喜欢这个西服。用三个词语来形容。Oversize， 舒服，宽松。我喜欢高腰一点的裤子或者裙子。我喜欢那种 bling bling 的东西。耳环。因为我比较喜欢满天星，所以我觉得那种淡雅一点的话比较适合。希望可以多方面发展，然后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再更有一些提高吧。内心的压力嘛，感觉有男有力。喜欢豆沙粉。满意。点过。会。是。有太多了。深发色还是浅发色？浅发色。188。幺八八。情人节是巧克力颜色吗？巧克力。韩妆还是欧美妆？韩妆。第一跳装运动。超牌。平底鞋。Hello， 我手上的这个配饰是绽放的太阳花，代表了光明与希望，也是不轻言失败、努力奋斗的象征。为梦想设计，让未来发光。关注公益新设计。大家好，我是子宁。